个脸书之后，我的朋友啊，在晚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一定会被年轻人骂得很惨，说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跟年轻人争啊资源。可是这是一个博爱座，最把我惹火的是那两个女生，张中坐我对面的那一个，不断地对我翻白眼。她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她也可以跟像那个男生一样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好吗？那我就会认了啊，不管她怀孕或者她怎么样的话，我就会认了。